他们吃橘子，吃的橘子，韩国的，哈董。Hi Bao， 最近大概10到15公斤大便量，还有 Le Bao， Le Bao 比较小，大概他是11-12公斤，还有很奇怪，Fu Bao， Fu Bao 他一点大便量大概20公斤左右，最大，还有很多次。所以快快长大了。